看，他仗着人家小，来，这家伙不行，哎，我快坏了。你不找那小姑，你老是找这老五啊！你把盆给刷干净啊！你看没？恨不得长到盆里边。老五，老五，把盆刷干净！你干嘛？欺负那个谁小妹妹是不是？啊？他撵着人家跑。看这家伙，你好好来，看见吗？你看人，别占人家便宜啊！他帮人家清理了，还有点不讲究。哎呦，哎，你不跟那个小公玩，你老是找人家干嘛呀？这两个老维纳，他是单独惯了，你知道吗？剪尾巴的，我们家都不剪尾巴。这如果要是让老五自己。啊，不是，让他们三个一起进食的情况下啊，我估计这两个罗呢，没他自己吃的多了。啊，我们老五没欺负人家，跟人家玩呢。我们老五多懂事。你看，你在这儿吧。你看，讨好呢，讨好。看你吃那一嘴。哎呀，你跟你大哥去玩会儿，你大哥那个啥。可懂礼貌了，不会随便欺负其他狗的。就这样吧，你这狗熊一个。呦呦，老五你不能打他俩啊！你看看看，你拿爪子拍人家干嘛？老五吃了人家的嘴软，不好意思欺负了。哎呀，你看还不欺负？你看没看没？看没？你看，他仗着人家小，哎，这家伙不行，哎，我快坏了。你不找那小姑，你老是找这小妹妹。哎，你这个家伙，你才多大？你才多大啊？啊，老五，你这不行。哎、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马上把你放回去。可坏了，这老五不行，这老五老欺负这小美女。你看，这老五的哪行啊？这老五。你看呗，我都不能给大家看这镜头。哎呦，老五，我打你了啊！你有脸没，老五？你这脸放哪儿了？啊，老五！哎，老五早熟，这舌头有点太早了。你这不行，你这不行啊！啊，你这不行。你看呗！啊，这小母也有脾气。那是公，那是公，这母在这儿呢。啊，这家伙好种公，还好种公。你看没？这家伙吃完了就清理。哎哎，老五，过来，过来，干嘛呢你？我打你了啊！打你了啊！不许那样啊！狗狗还在他的跑笼里呢。你看，大家都在笑老五。你知道你多大吗？啊？这家伙，这家伙知道这是罗威纳姆。你这挨打了，一会儿挨打了。你这跟谁学的？你跟谁学的？这是？公的料，人家都是整的。啊！给我翻脸了。你看，这才是每天最精彩的事。你给我翻脸了是不是？他不怕你，他不是说你打他一下就怕了。我起来，你还帮着他，你们这帮小狗，哎呀，真弄不了你了。这是每天晚上老五的这个啥，应该是老五最期待的时刻吧，跟其他小朋友在一块玩。老五有胸花，是吧？就为了等这段啊，大家都等着这段呢，是吧？他在吃的，这就是天性。你五哥是不是欺负你姐了啊？是不是？你要替你姐出头，你知道吗？咬他去。加纳利、罗威纳，总共大狗啊，哪个体型啊？加纳利稍微大一些吧。你看看这里边的木屑，全是这个。老实不自留。老五跟小闪电们也不那样。
老五，我问你一句，你跟你们那帮姐妹是不是？那咋没事儿？你来到这儿，你老是想占便宜，是啥意思？你这是啊？闪电每天出场看儿女，现在老五哎呦，你看看，该欺负人家了。哎呀妈呀！打屁股。气人不气人？你气人不气人？你看看，知道是亲戚，你知道，那是个公，这家伙，哎呀，真没脸！你可给加拿大丢人了啊！你给加拿大，哎呀，没事，你看人家坐着还他还不乐意呢，还，嗯，这儿呢，这儿，打你脸，打你。你看，对，生产日期就是按最后那天配。你要碰他，我就打你啊！你要碰他，我打你啊！啊！谢谢海鹏送的小甜心。打你了啊！这小母还咬他呢，你看，嗯。老五，你有脸没？你有脸没，老五？老五，你能不能好好的玩耍？哎，这尾巴，看他尾巴。哎。感谢634送的小心心。你说这个，哎呦，老五你这家，那小母还清理呢。有完没完？你能不能看清？老五真棒啊！你有脸吗？这让你上这吃东西来了，你这倒好，你干嘛来了？你知道你干嘛来了吗？你给我等着啊！感谢歪歪送的粉丝灯牌。你给我等着，等你成年了之后，我让闪电，非得收拾收拾你啊！哎呀，身体得健康的好，这么小也不放过，这幼儿园的小朋友嘛，是不是过家家的，是不是？老五，嗯，你要是这样玩的话啊，以后就没法带你出来了。对他就是宣誓，知道吗？比较强大。阿南送的小心心，短护短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们去科普一下，它就是这个道理。这跟你说的话，你看他越狱越得很利索。你干嘛来了？让你刷盘子刷碗来了？你咋不干正事儿啊？明天换老师来跳吧，你跳吧。是不是这样子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行，明天把你实地，是不是？把你实地弄过来。怎么只有三个了？因为它不是一个品种啊！你来干啥来了？啊！感谢刀具林先生送的十一月你好。哎，回去，非得跳出来。老五还会用脚扒别人屁股。哎呀！他不乐意跟他玩了，你别来这儿了。哦，该回去了，回去吧你。走。你回吧，让人家俩玩玩。你看他学着，你看这个小家伙学着，嗯，你还能跳出来啊？他也想跳。走了，老五，看人家回去了，他也想跳。回去了啊，回去休息。你刚才又往这里边扎去了。你别弄不出来了。弄得出来。老五这小尾巴好看，翘的是不是牛气冲天的尾巴？